搞笑，超级无敌打脸，让更新哥看如何被打的脸。如果是你怎么办呢？是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我们两个三段还说过，我们好聪明啊！这两，结果我们两个傻掉。你们这有皮球吗？有啊。哪啊？昨天晚上，我俩在海边，不是看那个电影吗？小马，咱看电影，就是那个 Wilson。对，冤种。咱俩给踢海里去了。收拾。什么东西、啊、踢海里去了？你把球踢海里干什么？球不能玩啊！给你个球肯定是有用的呀。谁知道有用？上边啥也没有。不，你俩今天没有什么任务吗？在那边没任务啊。不是你不能踢这球，你踢这球干嘛呢？要这球干嘛？啊？要这球干嘛？干嘛呀？干嘛非得是那个？这不都是吗？就要球。你要这两个球是我们找回来的，那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哎，你就完事了？我不然我啥？又来个球啊？是我的球，我的白球。哪来的？为什么在你这儿？他一直都在我这儿。对，不是你拿回来的。为什么不是我拿回来的？你们也有个箱子是吧？对。你也有一个。行，都坦诚了是吧？现在都坦诚了。我问一下，是这样，因为你们的地图最一开始是有三个箱子的位置。对。三个桥。对。你把我们唬过去，刚才是我给你岳哥冲动了，是我们不好，我们需要潜水服，可以借给我们吗？所以呢，这样让我们在那耗时间，他们就可以先来这儿。对，三个箱子有一个是真的，对，你们绝对知道哪个是真的，那两个是假的。对，这个一定很搞笑，超级无敌打脸，让更新哥看如何被打的脸。如果是你怎么办呢？这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我们两个三段还说过，我们好聪明啊！这两，结果我们两个傻掉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俩的不是真的呢？哇塞！你们开箱了，我厉害！莽夫。沙子。沙子，我跟你，哎呀。